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金正恩同学纪念三位先师长跟韩馆长的日子，我们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，对护法的功德永远不忘。没有老师，我们不知道方向；没有护法，我们这条路非常艰难，走不通。对老师的教诫如数奉行，还要把它发扬光大，这才能报师恩，这是真实的纪念。今天这个事情，大家每天看报纸、看新闻，全世界到处有灾难，我们如何应对？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念头转过来，从今之后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阿弥陀佛是万德后面善中之善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我们真的相信，真正的忏悔，真的改过，这句佛号念的就有效果。如果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忏悔，还是自以为是，这个佛号念得再多都不相应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我们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，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有一样东西放不下，坠在心里，就是障碍。彻底放下，身心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。我抓住这个真的不是真的，我都不要了，功夫就得了。这个世间是假的，一分一秒过去了，
就回不来了。我们就是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除了这个旨意之外，没杂念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功德不可思议，效果不可思议，而且弥陀跟十方一切如来慈悲的基础，真正回头加持的力量立刻就到，效果非常显著。你真的能够做到，你可以救自己，可以救众生。你住在哪个地区，那个地区的人都沾光了。我多念一声佛，众生的苦难就少一分；我少念一句佛，众生受苦难就增加一分。真念佛，真其如境界，这个世界什么你都不会想。为什么？这里面太快乐了。你要是尝到之后，世间世味自自然然，你会放下，你会舍弃，心心念念总希望帮助众生求，帮助众生回头，身与意三轮教诲，跟菩萨没有两样。真有这个心，真做出了回头的榜样，众生有苦，你要不要帮助他？当然要。用什么方法？身心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在台湾吧，有这个语言，我们努力去做，做一个好样子，帮助人们对东方的儒释道的教育，西方的宗教教育，真正升起信心，愿意来学习，化到这个社会，每个众生都幸福快乐，每个家庭幸福美满，社会和谐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老师都不在了，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，念着老师的教诲，
我们不辜负老师，一定不断提升自己境界，这是老师唯一的希望。念念不舍老师的教诲，真正的越得利益越感恩，越得利益求神仙说的心愿愈切愈坚固。所以世诸世界法大根大本就在孝亲尊师，这是个动力，非常强大的动力，推着你，你不会推着，你不会堕落，你会勇猛向前，知恩报恩，成佛才是报佛恩。谢谢大家。